主料鸡腿三个，辅料青辣椒四个，红辣椒五个，蒜瓣十个，干红辣椒，白芝麻，淀粉，花生油，酱油，料酒，白糖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鸡肉洗干净，用盐和淀粉把鸡肉抓匀，腌一会儿，手擦干净，把青辣椒红辣椒切成斜段，斜的好看。把包好的蒜瓣用刀背拍拍，拍完以后用凉水冲一下，为啥不粘锅呗，爱信不信，谁是谁知道。干辣椒条漂亮的也整十枚，用剪刀剪成段段，配料全家福。预备茄子，空锅热油，鸡块准备，油热七成，下鸡块，油免去盖煮鸡块，鸡块炸至表面焦孔，捞出锅留少许油，下蒜瓣爆出蒜香，这不废话吗，蒜瓣能爆出肉香那是神话。红辣椒青辣椒干辣椒三辣自备的通通道理，爆出辣香，爆出年味。生活即是过年，今天过年鸡块翻炒手忙脚乱的，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对焦构图光线。人什么时候才能进化成三只手呢？翻炒若干次，盐酱油料酒白糖，拍照太忙了，我翻炒上色入味，白芝麻准备该你了，慌乱的我让我几乎拿捏不住相机，相机要掉锅里。这盘菜你看我敢不敢吃出鲍鱼味。鸡块成色后白芝麻下，2087年一步一步再向我走近，收汁 OK。 老板辣子记一盘，不放鸡肉，烹饪技巧盐多大会儿，等你把其他东西都收拾完就愣大会儿。做饭我们同样也要掌握节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。